谢谢大伙儿啊，谢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。第一次见着这么多的观众，心情特别的澎湃。多好一机会！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的观众是啊。当然还有一方面啊，啊，今天跟我这位新搭档合作，对，心情也特别的激动嚯，啊。都认识吧？不认识的，好，请你出去。实在，今儿观众实在。哎，栾云平。我谢谢您，我谢谢您，谢谢您。为什么今天跟他合作，我又有点紧张啊？什么道理？太火了！什么呀？这您呢？您不愧良心吗？我愧什么良心？都不认识，都今喊出天来我了。在啊，今天在座的朋友90%确实不认识你，还行，有10%。但是你喜欢他的观众有，对，对不对？喜欢他的观众都已经坐在了剧场的外面。得多不爱听我呀！不是，剧场就能容纳这么多人，是，慢慢的都进来了。好，我等会儿他们。现在名气太大了，哎呀，大伙都知道，这是我们德云社的爱徒啊。好，这叫胡沁，您知道吧？我又知成你，德云社爱徒了，我又。我师傅的爱徒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您看，给我清门了。不是，是咱师傅的爱徒，不是吗？真是那样的，是。德云社重点培养对象。哎呀，真的，我不说别的啊，这就是凌晨2、3点钟的太阳。冉冉升起，我这一点亮都没有了，怎我这么漆黑一片呀。应该怎么说呀？不是你8、9点钟，对，凌晨8、9点钟的太阳，哎，有事，对不对？这凌那就不是凌晨了，即这早上，早晨，早晨8、9点钟的太阳，对，充满了朝气，让这样的一个啊，朝气，朝气蓬勃吗？不是朝气，对对对，朝气蓬勃这么一个演员，不是这什么嘴这是？就今天可能不太利索。不不不。朝气蓬勃，有一点紧张，嗯，人家太火了，我跟他在一块儿难免有点紧张，没有关系。不不不，因为现在来说啊，栾云平在德云社名气也很大，呵，观众心目当中地位也很高。不行不行，已经火了，别谦虚，别胡说八道了。你火了，当真的听。不当真听，到老是不是真的呢？我觉得是真的。我这火不火呀？我自己知道。但是我心里问你啊，啊，想不想火？想火，想火，想火。想多了。那看来就是没戏了，还是火不了啊？也不是啊，因为现在火呀，有一个主要的原因，什么原因？颜值啊，对，对不对？这到为哪什都么吃香。现在好多的观众朋友都喜欢看那种帅帅的面孔，嗯，对不对？小鲜肉啊，是，只要颜值长得够，其他可以慢慢凑。哦，还有这么个口诀，咱这个颜值可能就差了一点点。干嘛可能啊？你这可以说是惨。确实啊，历史的车轮碾压过，对对对，当时还挺狠的，带那么一点点历史沧桑，但是无所谓，长得难看怎么了？啊，自己又看不见，就为恶心别人，无所谓嘛。老话说无所谓，心态。这有这么句老话吗？这《论语》里有啊，《论语》里有。张和《论语哦，他说的这句老话。我觉得啊，长相啊，对我来说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咱凭的是实力。这话对，靠实力走到今天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今年来说吧，我也打算我也想火，你也想火，我也想火，人人都有想火的权利，我凭什么我不能啊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今年我准备冲击一下春晚，你冲击春晚，对，虽然说对春晚来说也是一种冲击，你这不就是祸害人吗？这不就是？我上春晚怎么就叫祸害人了？你这一堂晚会挺精彩的，你去了，凭什么就他们都去过，我师傅也去过呀，虽然说就去过一回。不是去过一回，人代表也去了。对，我也去，我也能行啊。你行吗？但是我不是说相声啊。你干嘛你去？说相声没戏，说相声到这儿。这话叫自己认识自己。唱歌啊。你唱歌。嗯。怎么你已经开始唱了？是怎么着啊？说清清嗓子呀。不，人家晚会上那么些歌唱家，你一个业余的去唱歌去？他们唱的呢都一般，为什么呀？不大气。不大气。歌曲要唱的是，咱唱的古典。又古典又大气，这怎么能兼得？歌曲当中有一个鄙视链，您知道吗？我听听你说。哎，玩古典的，哦，瞧不起玩爵士的，哦，玩爵士的瞧不起玩摇滚的，嗯，玩摇滚的瞧不起玩流行的，哦，玩流行的瞧不起玩说唱的。嘿，但是现在又新增了一条，是所有人都瞧不起玩喊麦的。哦，喊麦的。哎，就那个惊雷，天塌地陷紫金锤，就那个。哦，所以你决定是那喊麦的。去你的！咱弄那个吗？古典的，古典的。对了，咱也玩点高端的。德云社都知道，
好唱歌的人不少。是于大爷，于谦老师，摇滚老炮。摇滚我不知道，我知道他是老炮。真的都说于大爷，哎，血液里都带着摇滚的节奏。你看看，当然了，在医学来说，这叫心律不齐。病拿的这是。哎，我觉得我也向于大爷学习。嗯，在春晚上来一首，来个什么摇滚？来古典音乐，古典，大气磅礴的。好，来你听听啊。哎呀，我的摊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。行了，您唱这小曲儿比这鞋还破呢，知道吗？你说我就不爱听人说话，就在这儿。你得可以，这臭街了。这怎么臭街了？不是都知道张文老唱这个，老唱这个，加点别的呀。今天在天津，哎，加点天津方言唱这个呀。嗯，天津方言。哎，对喽，这我得听听。你看，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，老师让我交学费吗？唐山的，对，哪儿啊？同志们，这是天津话。换一个。他有袍，他后边有袍。张鹤伦，这人包袱啊？是吗？啊，后边人袍了。还没完呢。啊，还没完呢，光唱这个火不了。还怎么着？伴舞啊？哦，找别人给你伴舞。对了，不是谁呀、啊？自个儿自己伴舞。这怎么了？看着纤纤细腰。什么呀？这个腰啊？最近这两天可能发福了。干嘛醉两天呢？当年咱有这底子。底子。对了，跳过舞啊？原来不错。那是了，当年跳的叫什么？叫芭乐舞。扒拉舞，我知道油条扒拉扒拉就出来了。扒拉舞没听过？芭蕾，对，我非扒拉舞。行话，我扒拉舞。扒拉舞，对，我来，我跳王八。你跳王八？你跳乌龟？什么叫跳王子？什么叫跳王子呀？王子不懂的。王子，你老老实实说王子就完了。对了，跳那个天鹅湖。天鹅湖，天鹅湖，你这普通话不过关，要四小天鹅，四小天鹅，对，全聚德赞助的，他是那公鸭子，带着四小天鹅，噔噔噔噔跳着呢，这叫什么艺术？你说说，这不太好，那跳别的，我还有别的，肚皮舞，这你就带了肚皮舞，噔噔了噔噔噔噔了噔噔噔噔噔，哎，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咱有这条件呢？你这干嘛呢？肚皮舞唱小娟儿，哎呀，我的天儿啊，破鞋露脚尖儿啊，老师让我交学费，我说等两天。哎，这春晚上一炮而红，你这值一炮，你知道吗？春晚上这一夜不就火了吗？不是，您跳这舞跟唱这曲儿，您这叫两拿着，谁也不挨着谁、啊。各伴舞啊，同志们，听你这叫艺术吗？我认为还可以，嘴里也不清楚，你说要身上没身上，还非得给人跳舞。您是一相声演员，你从基本功你练练，那好好说相声可以不火，但是你只要在努力的路上就行啊。那相声说好了也有人听啊。对呀，对不对？给我一下干什么呀？哎，你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多新鲜。其实你说这个呀，就是我也悟出了一点道理，因为我之前我有这个策略，嗯，肚皮舞我唱个小曲儿，春晚，嗯，我知道你说有可能会不火，什么有可能？你死心吧，好不好？大都无所谓啊，啊，因为什么？这是一方面，嗯，对于火不火，我已经总结出了一个经验。哦，我听听这个经验。要想火，得具备这么几个条件。您说，三分能耐，六分运气，一分贵人扶持。好话，我现在就差十分。你还是那鸭蛋，你说怎么就鸭蛋了？不是零分还是你这是？不是，要一步一步来啊。哦，最重要的是哪个呀？嗯，贵人扶持。对，老话说得好，嗯，千里马不遇伯乐，怎么能发光发热？对，韩信不遇萧何，也许一生蹉跎。哦，哎，孙悟空不遇唐僧，怎么能成斗战胜佛？岳云鹏不来德云社，怎么能声名显赫？买了三套房，两辆车，还有一辆沃尔沃。他爸爸卖盆的，还一套一套的。这岳云鹏那样的都能火，哦，咱凭什么不行啊？他一火，他的成功我可以复制。你复制一岳云鹏啊？对，只不过我不知道往哪儿粘贴。他复制一岳云鹏，完事俩臭了。你别臭了啊！我去跟他取经去了。好，我问问他。他教给你了吗？教过了。说什么呢？跟我说了三点，咱听听。第一点，嗯，苦心研究相声。哎呦，创作相声。我高看岳云鹏一眼。第二点，二一个，把创作好的相声写好了文本，找一个包
把那文本插到侧兜里，把这包亲手交给师傅。那还差一点呢。第三点是包里装满钱。你这跟文本有什么关系呀、啊我爹这么说呀，又给钱又多给人一包。我说没想到岳云鹏就是这样的人啊，无耻，好，下三滥哟，臭流氓，好几个词了，瞧不起他呀。你就这么脆岳云鹏？我跟他不一样哦，对不对？我跟他不一样，我不相信那套。嗯，回家之后头悬梁锥刺股，哎，奋笔疾书，还要写一点，写好了相声文本。嗯，拿着这几张纸啊，没有什么双肩背的背包，就这么几张纸，我到师傅家把这几张纸往桌子上一放，我说师傅您要相信我您就看看，您不相信我您讨厌我最起码你也得翻到第二页。干嘛第二页呢？夹着银行卡呢。你这也是钱呢？不是，我就是就打为了打开一下尴尬的局面吗？师傅不是那样的人。师傅确实不是这样的人。对，跟我说了警醒我人生的三句话。哦，这三句。第一句话，嗯，成功是用每一滴汗水换来的，不要让金钱的铜锈玷污了它。就是个暖男呀。第二点，二一个，师傅会在你前行的路上为你遮风挡雨、披荆斩棘，多好啊。三一点呢？三一点就是密码多少？还要去？哎呀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